蜂巢磨是一种热机械力协同磨机，可以实现粉末的同步干燥、解聚、还原、表面化修饰等先进处理工艺，表面包覆率高达99.2%，活化率达到99.8%，可以精准控制粉末粒径分布，制备亚微米级的改性超细粉末。蜂巢磨的解聚干燥室有底座、驱动主轴、打散轮、隔板、风扇等组成。主要部件是一个垂直安装的多级转子，转子由两个支撑碟片、夹紧200多个叶片组成。根据要求，最多可以安装10个解聚轮。独特的磨槽加强精型的固定衬条，在叶片与衬条之间形成1600个湍流的蜂巢。蜂巢磨的所有部件均为模块化设计，操作容易，维护简单。转子和磨槽可以采用耐磨合金钢或者钨钢，确保粉末纯度。精准计量后的粉末与热风同步进入干燥腔，打散后进入解聚腔。转子以每秒160米的线速度运行，团聚粉末停留在特殊设计的磨槽中，在高速高压热风作用下产生涡旋，可以快速解聚，还原到原始粒径。在解聚揉搓过程中，不规则的颗粒慢慢磨为类球形，粉末呈沸腾状态，以剧烈的湍流形态进入混合改性腔。压缩空气将改性剂分别从4个喷嘴以雾化形式被连续精准均匀地喷入混合改性腔，与单颗粒粉末缠绕完整包覆一层20到40纳米的改性膜，得到高效高质量的完美改性粉末产品。